家人可能明白，我嚟到入學咧，樹人對我嚟講係一個希望，因為當年冇樹人，係冇一個大學嘅身份，可能係唔知做有咩工作。但係樹人當年俾咗希望我，亦都俾一個學位我，學校仲係我嘅後盾。當年我哋好跟足校監校長嘅指引咧，盡量參與太多嘅政治活動。我哋係翻學就讀書嘛，即係樹人家就識管治好出名嘅。但係我想同在天之倫校監校長講，今日唔係我哋去揾政治，係政治已經揾到上門，係暴政嘅槍炮已經打到去我哋同學師兄弟嘅身上，已經係唔係我哋走出去，同學只有進行人道救援，但係人道災難已經直遍全個香港，包括樹人大學每一個師生。所以我希望校監校長、今次嘅校監校長可以同以上各位都一樣，係繼續守護住我哋。對我嚟講，樹人大學係後盾，如果冇佢，我就冇今日。佢以前係我嘅後盾，今日佢就係我嘅後盾。我希望將來我哋校監校長、樹人大學都繼續係我哋樹人師生嘅後盾。多謝各位。忘記錯啦！市民資訊權、新聞資訊自由同埋營商自由合合嘅自由。